在后场。这速度，他很多的是靠他的身高臂长弥补这个速度上面的。就刷，哎，这个。刚才这个还是调给梅拉蒂。哎呦，这个球没来！好，防守，乔丹的反面扑球没有扑死。就是女将啊，几乎就是死守往前。机会球，好的，非常注重往前的小球控制。好，整个打的还是相当的不错。虽然说不能后场给对方施加很大的压力，但是只要球往下走，但是最后一个是判断失误了。继续控制球往下走，反面扑一板，大斜线找空当，继续保持强势的下压。继续保持强势的下压。这场比赛我们看乔丹跟